首不算新的歌曲，大家也都听过。然后，因为我这个人就是觉得，我好像，我等一下唱的是一首英文歌。然后，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很没有自信对于唱英文歌这件事情，因为我觉得好像很别扭。然后，所以其实平常自己会很会唱，可是演出我从来没有正式的唱过英文歌。那这首歌呢，我等一下要唱的也是丽华，就是希望我唱的歌。点歌啊，点歌点歌。对，他有点歌这样子，因为我平常我真的很少能有机会这样子唱这些歌曲。然后这首歌呢是 Adele 的《如你一般的人》。中文这样，我想说，歌单上面没有这个，如哪有如？如你一般的人就是 Someone Like You 啦。那其实这首歌它已经不算很新了，可是一直都会有人去听，然后去唱，因为这首歌真的是好听到一个受不了。那绕卡拉 OK 有没有这首歌？很可惜的就是没有。对，就如果有的话，应该大家都会唱爆吧。然后，对这首英文歌曲呢，我也不知道等一下听起来会怎么样，反正大家就。我的第一次的英文歌曲就献给你们了，谢谢。
平常我比较多是唱传统歌或者是自己的创作歌，中文跟主语居多，所以其实唱歌有在唱歌的人，其实会发现其实唱什么歌的共鸣其实位置不太一样。然后我为什么一直很抗拒唱英文歌，就是因为我不会，就很诚实哦，因为我觉得我不擅长啦。然后刚刚唱的大家觉得好听吗？好听。好，谢谢。那我接下来继续练那个英文歌了，下次开始就唱英文歌这样子。好，